哎，我也遇到过。哦，翻车了，翻车了！翻车，这一翻车致命翻车，小飞。车技决定胜负。是。好，这边。哎呦，过来的话，这两辆车也被撞了，双方在互相纠缠。哎呀。这十七。White give。真的是 White give 了啊，这一波。哇，不过 XLG 过来的话也是围剿了一波 Foyer。这波打架其实对于这四个队伍来讲都没想到。嗯，肖天鹏手雷得手，大金一枪补掉，配合大金啊。哦，另外一边假车库也打起来了，菠菜一个人守不住的，菠菜直接被顶掉了。是的，留了自己兄弟在半山坡。哎，两个人贴过来想打，想给队友报仇啊！这一波是，哎呦，两边在这个，在这个假车库做一个激烈的交换。嗯。哇，远处还有人在修，感觉是两败俱伤啊！关键小轩这个位置在半山坡被放倒了，这个人还可以扶一手。反正两支队伍都没有捞着好处吧。是的，关键这个点，说实话我感觉目前这个圈型好像也不是很稀缺的样子。嗯，真惨，就土路打土路那一范围打起来，但是这个假车库在这么早的时间节点，而且他还是直接撞上去的那种打。是的，挺拼的。嗯，挺拼的，估计就是看到队友守那个点本身被打了，然后气不过。是的是的，回来掰一手，很有可能是这种临时起意。其实如果在这个时候说撞点的话，撞农场，哎，农场能选的点就很多，因为农场一般来讲一个队他不太好全部控完。嗯，就是这个双层楼待一待很难受，主要是他一会儿转移，就现在这个圈可能是比较安全的，因为你毕竟有防区，别不是攻防嘛。对，但下个圈走怎么办？那这呢，那肯定要管一管。嗯，大金被打下来了，2004跟小鹿 gaming 在圈边的一个 PK。这个枪卡住了。是的，风风打赢这波三波技扫射。哇，对方的枪也很准。是的，不敢收枪。哇，补枪也很快。我这边翔路给你一瞬间把204给全部淘汰掉了，特别打了三个。特别和风风一人打俩。是的是的，不行了啊，不在圈了。是的，然后你看地图上面四把枪，来自 New Happy 的枪四杆枪全部指着对面加车库。 New Happy 现在也是在当警察。嗯，是的，两个嫖。对，朴老师虽然不在了，但是他精神永远活在我们身边。是的，人人都叫朴老师，人人都是朴老师。哎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哎呀，前点风风被 YLG 怼了一刀。是的，关键这个时候大金哥特别都过来了，这个侧身位置特别的位置也暴露。风风这边人头好像会被补到，牛海比过来直接移，不管你走到哪里就是要追你到天涯海角。是的，牛特警这个幻神掉到外面，这个位置已经被发现了，只能说他冲过头了，明明也掉在外面。是的，真的是刚刚以比萨把自己冲出去了，确实当了一波奇景。嗯，特别大清在扶人，然后特别正面一顶四，皮条没有逮到。哦，有烂人，这个车还是被崔七给炸毁了，不起来了。那三打四还有的玩吧，只是特别这个点位有点尴尬。肖天鹏掉在后面好可惜啊。是，关键是崔七就很坏，他打完以后头也不看看有没有人认领这个小宠物。你看他跳一跳跳一跳啊，没人了，算了，补了补了补了，走了。嗯，整个左下角都是天霸了。嗯，这里 4M 跟 Pero 是打脸贴脸。哦，过点高斯比被小左放倒。是的，这个围墙已经是被 Pero 给踩了啊。那 4M 确实有点难受，这个过点旁边主要还有一个天霸。嗯，好，闪打到，那就拉快一点，我真的这个点干拉的话要出事，还是谨慎一点吧。丢丢雷，你旁边有位置可以撤的，不要这么上头。站二楼打。对，虽然前两局没有这么拿分啊。先破个蛋再说，好兆头。是。啊，崔七幺在后面得手了。是。
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4M 的情况嘛。是的，夹在这里很难受。然后另外一边的话，翔鹿也是被淘汰掉，被 YLG 没什么问题啊，一颗火直接是淘汰掉了 4M。 哦，这边小左拿了三个头。嗯，刚才那找到感觉，就是你首先你要开枪有人头。对对对，好，这里 GFI 过来撞击 FTY 在圈边的防区，两个人压力有点大， FTY 第十点没合过来捏提前雷，直接冲进来了。地形还不错，说实话地形还不错，先要打个药，长龙这里要等一手。对，队友来支援了，主要是911是被白龙马给放挺了啊，直接被补掉了。嗯，龙四哥这里压力很大，等队友到位吧，拉一拉边就好了，别顶。这个位置最稳的方式就是等队友打协同。是的是的啊，看到人赶紧缩，就是真别顶。我也还想踩上去啊，结果原点的这个枪白龙马是躲不过的，这个长龙龙督察侧面得分成功，对方被锁定在厕所，这个信息有吗？老局还得给小抛手限制对方的位置，排除法来说的话应该是比较清晰对方的点位。是的，这个小窗户主要是原点还有枪线的干扰啊，这边 CG 也想过来，过来想偷家，是，但 FTY 人多完全有余。哎呀，这里互换枪头。哇，小九这波是被栏杆卡了枪线了。是的，还能扶，没事，反而是让 GF 稍微缓了一下。对， GF 两个人打起要来，能够从房间拉出来的话活动容易很吓人，果然是一个闪一个雷。哦，哎呦，补掉了，小九大喊冤枉，兄弟有点伤元气啊。嗯，还是得扶啊，但是对方把你人放倒了以后直接是一波突冲锋啊，闪给到了，这围墙一拉提前枪打中，漂亮，这里协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好的，刚刚天霸和 Peril 也是交火了，只剩下 AZ 还是被手雷带走。是的，这把 Peril 还行吧。哎，还行，天霸满编。嗯，有这个感觉分不会少，对不对？分肯定是不会少的。嗯，哎，但是这个时候原点的出枪您啊，没关系啊，队友已经补了。嗯 ，YLG 这边的威胁已经被解除了，天霸现在两翼张开，北面是天路，天路这个时候大平台抵不过来的。嗯、然后南边已经混烟没混到，七七拉开，林树这边在找位置，七七的位置很关键啊。是的，兄弟们赶紧收一收，你看崔七药都来不及打，赶紧先跟队友集合。龙四哥这波给了烟就要往前顶了，感觉要往前给雷了。龙四哥没有雷，只有八个烟。对，之前那一波防好像现在就是，如果说 CDG 腾出手来，还可以在侧身打到他们一些枪线。是的，哎 ，FTY 这波过来其实没有什么投掷物，确实对天霸造不成太大的影响。是的，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在圈边利用这种斜坡打了往后拉了。嗯，感觉也没什么杀伤性投掷物了啊，烟雾倒是还挺多的。你们打吧，你们打吧，我们继续在这里喝喝茶打打麻将。是的啊，肖阳把萨萨放倒了，这是可能掉线了吗？哦对，掉线了，把他扛回来放到一个安稳的位置。嗯，哦他直接顶，但队友在打药停厕所待不住啊，两个人飞出去了呀。这波协同没做好，说实话我觉得顶水塔外面那个，对，顶这个坡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顶房子呢？顶过头了，他顶到这个坡还可以投丢丢投注。对呀、啊，顶这个坡不是 CDG 就只能扔你雷嘛，对吧？对，这反而是让 CDG 这波状态也起来。对，就等于是他，那你想要贴近点，你丢烟，你先跟他消耗一波，然后丢烟都可以先骗一波投注物。哇，这反而是给了天霸很大的一个机会耶。哦，一瞬间天霸八个淘汰又往前顶了一位。前路这边三个人，刚刚是把队友救下来，然后继续的跟 CDG 的做交换，然后哎，天天是被自己能等到其他人出来，对，他就能等到其他人出来。嗯，林书彩梅花桩了呀，萨萨又把 Monkey 给放倒，然后天路现在开始逐步入侵 CDG 的防区，过来进点换分了。
哎，越狱出枪，先打了房间里面的小童。这时候脸贴得这么近啊，你人还真不好救。哎呦，出门萨萨也被放倒 ，CT 幺零八就更不能救了，对方随时可能会扑。这种门口被看得死死的。幺零八把临场放倒，这样的话能再扶一下队友。这场面上是一个二打二打一打四。哦，玉玉燃烧弹烧倒无威，一个雷进去，漂亮。可惜的是他先倒，少拿一分。是的，大家一起死。嗯，少了一个排名分。嗯、有梦想，天路两个兄弟有梦想，跟天霸要换一波。那天霸的分数有可能会来到一个更高层次。狼已经锁定，第一波没打过 ，CC 幺零八非常的精准。是 CC 幺零八这个背身跳起来，一记跳杀崔七一。好的，恭喜天霸十一个淘汰，再吃一击。秀啊，是的，这也看。